主料，对虾250克，辅料香油、盐、葱、姜、大蒜、醋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买的虾洗净，去除虾线，剪掉虾须、虾爪，把水煮沸，放入葱段、姜片，放入对虾、盐，煮至水沸，盛盘，又蘸末醋、香油、盐调汁，蘸着吃。烹饪技巧：虾很容易熟，不要久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